老板，你把右腿抬起来一下，左腿抬起来一下，再抬一下右腿。你是拖地呢还是拖我呢？能不能换个地方拖？不是，你咋毛病那么多呢？一会儿去把厕所刷了啊。你不要太欺人太甚了，我警告你，我是来给你当助理的，不是来给你当保洁的。你大学的时候你怎么欺负我的你忘了是吧？啊，我怎么欺负你了？谁让我给他洗内裤了？哎哎哎，我刷啊，闭嘴啊。回来。啊，又干嘛呀？你是不是想干点正经事儿？啊，是啊。送我出去一趟。咱们去哪儿呀？咱们去哪儿啊？去吃饭。吃饭？嗯，你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请你吃个饭。你请我吃饭？难不成你请我啊？嗯。我去趟卫生间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啊，好。哎，小哥哥，啊，可以用你的手机帮我拍张照吗？我手机没有电了。啊，我帮你拍啊。嗯。可以，来，你去那儿，对，好，准备好啊，三二一。不好意思啊，他不会拍，我给你拍。嗯。离远点啊。嗯。好看吗？一会儿把照片发给我啊，走，咱俩吃饭。哦，好。